说的一个三角形，好不好 ？A 点出来是一不二 ，B、C 在这条直线上，线段 BC 是三，求三角形 ABC 的面积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题时，我们先画出来题型，好不好？它说一个三角形 ABC， 各位可以哈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三角形 ABC， 按照题目意思 ，A 点出来是几？一负二。BC 在直线多少？三十减 y 等于一上面。好 ，BC 在这条直线上。好，所以说这条直线画过去会经过 BC， 所以这条直线是几？三十减四 y， 我是把一一外面减一等于零，看行不行？好不？好，他说线段 BC 的长度是几？三，这段长度是三。哎，求三角形面积怎么算？对吧？啊，为什么？他告诉我 BC 是三，对不对？我从这个 A 点对这条直线做个点线距离，点线距离是不是垂直下来？所以说这段垂直的长度就是我要的高，对不对？行不行？所以面积可以写成 D 乘什么？高除以二嘛。他也告诉我这 BC 这段底是几？三嘛。所以说这时候麻烦第一件事情，先把谁算出来？把高算出来。高怎么算？麻烦带什么公式？电线距离。根号 A 平方，三平方九，加上负四平方十六，绝对值。麻烦你 S 用几代？一代。Y 用几代？负二的代进来，行不行 ？S 用一代是几？三。我用负二代加八减一，所以说算出来是五分之十。可见这段高是几？二。所以说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时候三角形面积怎么算？它等于底乘以什么？高。所以二分之底是几？三。高是几？二。所以说面积算出来是几？三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好 ，OK。